上次那个他回来时候，那王卫良挂住的，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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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现在还把我们好不掉的。哎呀，楼一个楼上就这么过得太可怜了。 20多岁咱们就不卖了，再不卖，他又那么多月跑回来，就不能拴，不能骑，就是不能那个毛把些，咱们不穿他的毛那些，他自由自在的。